嗨，今天我们来到海景港景的商务双人套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做的是，我们这里有一个惊喜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港景，所以泡澡的时候呢，刚好呢就可以在这个角度，这样看到整个港景。好，然后可以看到那个小鸭。好，那景色算是不错啦齁。然后这是我们的房间。看吧，其实你放在这个小椅子上，对，沙发椅，对，放在一个小桌子。对，那这边其实往外看也是可以看到港景的，只是看不到，我只是要头要探出去啊，头要探出去。看不到啊，对啊，好，这是我们入住的饭店 hotel， 小小平数，对，那桌子很大。可以办住，可以办公，好。那我们呢，不免俗的来这里嘞，就要把冰淇淋带回来吃，还有这个茶冻，酸点还有饼干。嗯，那我们冰淇淋是24小时，还有咖啡。OK， 好，开心吗？开心。